而家我哋翻嚟我哋第二節嘅好書龍虎榜，唔係暢銷書龍虎榜，都係好書嚟嘅。暢銷書龍虎榜啊！咁我哋咧今次就介紹咧頭一至五位嘅書嘅。咁咧我手頭上咧就係冇四同埋五兩本書嘅，因為都係太好賣了，太好賣啦！既然上得頭五位，都證明佢哋係暢銷書。咁好廢嘅講得。咁第五位講一個名咧，叫做呢個東亞城市空間生產啊。咁咧其實本書講咩咧，我都冇見到。那本其實是郭恩慈寫的，他其實就找了香港，不是東亞幾個地區，包括香港、日本，還有我記得好像東南亞都有些地方，拿了他的 case 做case study，你研究他們一些本土運動或者城市保育的，都是講這些東西，你這些口慶，是啊，然後他就會就是分析他們各種的利弊、或者他們的取向諸如此類這樣的。咁啊，值得留意咧，係佢對本地嘅香港嗰個保育運動係似乎有啲不滿嘅，即係覺得做得唔夠好咁樣。哦，即係佢之後有一篇文章係專討論香港。唔係，因為佢有個 case study 係做利東街嘅。哦，原來。咁我覺得利東街實在做得唔夠嘅，係啦，即係唔夠 engage 呢個居民啦、成啊嗰啲咁樣。嗯，有興趣嘅話可以睇下。我哋應該就努力啲。嗯，好，咁咧就可以繼續訂嘅。係啊，這個我哋一定有。咁咧可以講第四位，而家第四位叫做聽過啲好啦。第四位叫做啊，好沉氣嘅名，社會主義與反全球化葉文澤。係，咁呢個就好明顯係做馬子讀。呢個係有啲水派喺度。咁嗰、那個呢本又即係又非常好，其實我都幾出奇㗎，有少少嚇。第一就係呢本書上到第三位啦，唔係上第四位啦。如果另外就係佢竟然又買曬啦，咁呢本係我諗另一個原因，可能因為我係獨家發售都唔定，都我未喺第二啲地方見過，因為我喺特登喺台灣入翻嚟嘅，係啦。咁啊，即係可能同我哋最近啱啱講嘢有啲比對社會主義或反全球化比較有興趣嘅朋友啊，咁佢哋都會買呢本書睇。咁呢本書出咗好多唔同嘅文章嘅，主要係外國嘅翻譯啦，係啊。咁有興趣我哋遲啲入翻咧，都可以各位朋友可以上嚟講睇。好啊，咁我哋講下手頭上好彩，係啦，頭三位三人，頭三位有輸，如果我又後悔，有啲嘢輸啦嘛，成個上先咗，我一本都冇嘅，買曬啦，買曬啦，係啦，好，咁咧第三位係呢本啦，幾新出，即係啱啱趁住書展出嘅，係呢個係書展嘅新書，好，成呢個地產霸權嘅威勢啊，餘威啊，咁咧千窗出版咧繼續出版下一本。都是英文，由英文翻譯做中文的書，咁都改了一個比較刺激的名字，刺激的名字叫做《官商同謀》啊。係。咁呢本書講咩咧？你介紹一下。呢本其實我記得應該係2007定2006嘅時候出了英文版㗎啦。咁啊，顧宇多咧，其實原本是彭定康的前子郎嚟嘅。嗯。咁佢有個花名咧，叫魔鎮。魔鎮。係 ，Gushna 就叫魔鎮，因為佢嗰啲須啊，咁又佢樣又好似。好，即係好有唔知啲魔力咁樣，所以叫魔僧嘅，係啦。咁啊，但係佢退休之後咧，就即係彭定康翻屋企啦嚇，咁就佢就繼續留喺香港咧，就喺 Hong Kong U 嗰度做 research 嘅，都長期嚇。咁佢即係一路做，而家喺度其實呢本咧唔係係佢嘅系列嘅第一本嚟嘅。咁其實如果之後有機會，佢可能會其他都會譯埋做中文先。嗱，咁呢本原本英文就叫 An Easy Partner， 就講大概係六七十年代。香港的那個本地的殖民地政府怎樣去實施它的管治，那我說其實殖民政府很多時候要透過跟本地商界的一些合作同謀啊或者同謀啊那呢就要 去共同發展啊做一些事情、但他說這個關係呢就不是那麼單純是純粹合作，即是不是大家 friend 樣，其實他個中有很多矛盾的、如果你看這本書呢，其實他都會說以前的殖民地政府都仲識得同商界標，咁而家咧就唔識啦。而家嘅政府唔知係殖民政府啦，就商界話乜咧就乜噶啦。咁好明顯即係顧宇咧覺得呢個政府比較渣啲。咁以前咧其實好多時候係政府要用好多手法咧逼商界走翻嘅，雖然都係有啲同謀啦，但係咧就唔 easy 嘅。咁而家就變咗 too easy partner 啦，而家。係，我覺得咧，我嗰時即係喺書店見呢本書，都覺得後面有一個評論好有趣，因為個評論咧係前果峰，係啊，佢就呢個九鐵係香港鐵嘅主席，
咁佢就話：你或許認同或否定固與得嘅見解，但係佢呢本書有深入調查同埋研究，充滿趣味，係認識香港當代政治及經濟歷史嘅必讀之作添喎。係呢、這個都係，其實嗰、那個因為即係呢個 feel 坦白講冇人做過，係、我記得就但係我以為會比較多人講話殖民地政府以前點樣管治啊嗰啲。有，但係佢同商界有關係嘅嗰、那個分析好有趣。另外有一個其實可以提少少嘅，佢另外一本英文書咧，我唔記得個名叫咩，但係嗰個題目就係做八十年代嘅時候，香港政府同本地嘅金融界開始正式係默演嘅，係啦，因為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八十年代初嘅時候，好多金融嘅公司倒閉，即係好多銀行就冧嘅。咁其實政府 feel 到係因為嗰個金融業實在太過腐朽啦，即係其實佢係話係變咗一個揾錢嘅天堂。咁佢開始政府要做一啲嘢，就打擊嗰、那個唔係 regulate 係 regulate 嗰、那個。咁點解而家會變咗香港真係金融天堂？咁所以咧，即係所以風水輪流轉啦，係咪？唔知道而家係唔知道啊！而家我哋係國際金融中心啊，係啊，所以有興趣啦，可以攞埋嗰本書嚟睇下。咁啊，我遲啲會出中文版，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下。留意一下，好，咁咧就繼續講第二本啦。第二本呢本書叫做。Daniel 你可以講下八十後，你都算八十後喎、啊。萬萬，你咁講嘅你，我真係八十後嚟㗎嘛。八十後，八十後自我研究啊，自我研究青年。咁呢本書我係七一嘅時候買嘅，佢七一嗰時啱啱七一第一日開始排，因為之前沒有。佢哋應該係七一嗰日正式開。嚇嚇嚇，我七一嗰時買咗。咁點啊 ？Daniel 俾你自我研究啊嘛。咁開心啦，漫畫。點啊？我話你係八十後。O K O K， 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八十後咧有好多書出咗啦，最近呢一兩年，即係譬如數得出嘅可能有即係八十後運動啦，又有八十前後啦，又有仲有啲譬如站在出半站在蛋的一邊啦，係啊，詩人嘅咩八十後女詩人之選好似。好似係，即係八十後呢個名字，即係大家即係個 content 都講好多啦，我哋啲節目都唔夠詳細交代。但係嗰啲書咧，大部分都唔係八十後自己寫嘅，係啦，或者係因為我哋今日喺香港嘅 context 講八十後，其實主要係講一啲社運嘅八十後，即係好多人都會，即係我識好多人都，尤其是我啲同學啦，即係話，搞錯啊，我都唔係咁激嘅，而家係講搞到我啲八十後激曬，咁我都唔係，我好乖噶嘛，我。就好上進，我諗住買樓噶嘛，係咯，即係我唔示威咁，我唔有。係咯，我又唔示威，又唔有，我屈我咧咁樣。係明槍咩事咁？係啊，咁但係其實香港嗰個八十後運動，好明顯有個好強嘅嗰個社會運動嘅背景同埋基礎。咁啊，今次第一次咧係有社會運動中人咧去正式做翻一個自己嘅即係佢哋就叫自我研究啦。不過坦白講，即係我有少少。學術背景，我就覺得其實嗰個唔係叫研究嚟嘅，即係佢係啊，即係自我書寫會比較明確一啲。咁我哋會即係講翻究竟佢哋自己點樣理解佢哋八十後運動咧？佢哋係咩背景底下做呢啲嘢咧？佢哋追求嘅究竟係乜嘢咧？咁所以呢本但係倒翻轉頭，呢本其實都係認真嘅著作，即係好多八十後嘅書就有某一啲啦，即係唔開名啦，就其實好多時候係報紙嘅左抄右抄抄一啲文章或者新聞。因為趁而家興呢個抄，係興水出嘅。咁但呢本咧，其實佢哋真係有心希望重整自己嘅論述。咁如果有興趣真係認識所謂社運之中嘅八十後啦，咁佢哋究竟點樣諗咧？咁可以睇翻呢一本《八十後自我研究青年》。可以問下你咧，我訪問你。八十後點睇啊？我冇寫呢本嘢喎，係啊，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咁呢本同埋都好似係最熱讀嘅八十後，係咪？都係，係啊！大家有興趣都真係要上最熱先揾到。係第二位啊，一跳跳升第二位，我想係啊，好非常之好。七月嗰時候做咩？係因為佢又平咧，先40蚊。係咩？係啊，係啊，喺七一時候買咧就30蚊。咁喺最遠，如果係會員咧，都有八折。哈哈，俾我去買廣告，其實得住有得買，所以咧你係唔應該上嚟買。你算啦，有得賣貴。好，咁呢本講完。下一本啊，呢本繼續就榜上有名，上係上一上次我哋有冇書㗎？有書。有書。今次已經跳升第一位啦。呢本係講北韓嘅書，叫做《我們最幸福》，同埋最幸運嘅最幸福。最幸福。最幸福係英文書，美國嘅記者寫嘅，跟住轉翻嚟中文。咁咧有一個呢、這個我唔知入邊嘅封面係，其實入邊嘅封面靚啲。係，我覺得點係咁咧？呢本書我哋上次龍虎榜都介誒暢銷書龍虎榜都介紹過啦，就係講佢哋
北韓入邊嘅人民到底係點樣生活嘅咧？咁我哋一直都以為，即係我哋外面人覺得北韓係一個非常之神秘嘅國度啦，因為佢消息封鎖得太犀利。咁呢個作者咧就深入北韓。冇啊，唔係深入北韓啊，係嗰啲北韓人走出嚟嘅。係 ，sorry， 北韓嘅人走出嚟，佢深，佢同咁樣就啲多唔多？係咁樣就總之就係有啲喺北韓裏邊逃脱出嚟嘅人，咁就有一個美國記者咧就揾到佢哋，咁同佢做咗好詳細嘅訪談之後咧，就寫成咗一本書。咁都係講佢哋日常生活係點樣樣。咁我有朋友同我講咧，就話佢睇呢本書嘅時候，因為佢睇兩本書，有一本咧係城門開，係北道，另外一本咧就係呢一本啦。咁佢記得佢話睇，因為佢睇完呢本先睇城門開。咁佢就睇城門開嘅時候，佢裏面提到有啲文革嘅故事。咁佢話如果佢冇睇呢本咧，就會覺得佢啲故事好慘嘅。咁但係因為佢，但係可惜咧，佢睇咗呢一本先。咁就話：你翻去都冇乜嘢啫，咁樣。咁大喎。係啊，即係共產中國裏面嘅慘咧，就比起北韓嘅慘咧，實在差太遠啦。係啦，咁同埋佢話其實個比即係對比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文革咧，對於中國嚟講，始終畢竟都係好遙遠嘅事啦。即係。畢竟是歷史的上一頁了，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但是即當你看這本書的時候，你不要忘記其實現在他們仍然是這樣的生活，這個也是很震撼的事。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這一本《我們丈夫》。好，那我們今天的暢銷六虎榜就過一段落了，我們實體你向那邊嗎？咦，我們開始了。是啊，好啊，这个是青苗上河图啊，上河图啊，上河图色。好 ，Daniel 帮手拉拉。好。好，这个究竟是什么呢？咦，这页不是住来的 ，Daniel。是吗？咁大个。这个后面的解释来的。咦，我的朋友，这个是解释来的。好，解释一下，究竟什么叫青苗上河图呢？就是PolyU 的学生一起做的啦。那就是讲蔡元村的。咁蔡陽村嘅農業生態啦，咁其實佢之前都係一個展覽嚟嘅，咁而家咧就成幅圖畫咧，同埋佢之後嗰啲解釋咧，都出咗呢一個咁一拉出嚟嘅嘢，咁即係幫手。咁咧呢個係蔡陽村入邊嘅村民啦，我飲下村民，哎呀啲頭髮飛咗，嗰啲屋，咁咧佢逐間屋咧都會有。講下，例如呢間屋入邊咧係邊個住嘅？佢究竟喺度住幾耐啊？從事咩邊一種嘅農業啊？或者養豬嘅時候點樣啊？種蜜蜂又點樣啊？都會有講嘅。咁咧就設定，譬如你精美啦，咁係咪得罪葉木佳嘅手？呢個唔係咁得。周圍都有。咁都係要幫襯著葉嘅呢啲咁樣。都唔使嘛。好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呢一個青苗上河圖，都值得支持。係個，我覺得咁樣。是不是應該入個全景影下咧？見唔見到？見到。我諗咁樣。好，講完啦。